好，开启稳定器，然后开启 GH5 录影。好，这个是刚刚假设好的稳定器，然后试拍一下。今天这个是多家的这个三把手哈，然后对多家的这个三把手，轻手轻很多，可以放一只手，让另外一只手休息啊，另外这只手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这样子就可以，哦，可以让那个 ID 按到。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换手，可以换手休息。这边如果再挂背带的话，应该可以那个，看一下效果。哦，怎么样？哦，可以换手休息。哦，还可以双手持。这样子的话就轻松很多。出去了，是健身房。其实有没有这个上把很重要。哦，有没有这上把可以换手很重要，两只手都这样握，这个没有那么轻松。这样子可以换手，或者是用这一只手，就蛮轻松的。结束拍摄。